Dosa, dosa, olama ninkimono. 其实有好多人以为呢一个咁多小新嘅地方系一个小新嘅博物馆，但其实并唔系嘅，佢只不过系一个以小新为主题嘅游艺场。真正有小新展览嘅地方其实真系好细，不过作为小新嘅超级忠实 fans， 我觉得点都要嚟一次噶啦。我想尖叫啊！你算啦。其实咧，另外呢边咧就全部都系一啲夹公仔啦，系一个游艺园嚟嘅。只不过喺游艺园嘅另外一边咧，就会有呢个小新主题嘅嘢啦。可以点样小心要咩咩啦？哎呀，对呀，我今日嚟到呢度嘅 mission 就系，我要夹走你哋嗰只公仔。我哋香港有星光大道，呢度系有小新个 pat pat， 小葵只手仔，未啊打小新嗰只嗰只手掌，仲有野原广志嘅臭脚，系啊，仲有小花嘅脚印，同埋不离不离左卫门嘅鼻同埋猪蹄。应该都准咯，嗬。哦，你丑。哇！全世界最丑样嘅锁匙扣。而家咧就要用呢个咧，就要掟入嗰啲窿嗰度咧。如果三次都成功嘅话咧，就可以攞到咧一只小新嘅杯啦。哦，要咁远噶？我有啲压力啊，点算啊？我以为好易嘅。哇！你仲衰过我。唔使猜解啊，大家都明。小新嘅 Bully Bully， 呢度系成个旅程最难忘嘅一 part， 至少去过小新嘅家乡春日部先啦。细个睇小新教识我，就算人哋话你奇怪都好，最紧要就系要做翻自己。唔知道你最中意睇嘅卡通片又系咩呢？妈咪，多谢你当年冇太禁制我哋睇落个小新。